纪律委员会今天开会处理民进党立委柯建铭涉司法官说自请调查案，会中决议柯建铭官说应不予成立，此案不予处分。今年八月，全顺山水米被踢爆以低价越南米混充台湾米贩售，不法获利3281万。苗栗地检署侦查终结，将山水米少东也是担任副总的李仓伟、副厂长潘文基、科长江进富三人，依刑法诈欺罪嫌提起公诉。老董李东朝夫妇因为不知情，认定无罪。毒竹香袋王桂芬甩护士巴掌事件令外界关注医院暴力事件，上午医疗盟举行记者会，要求修法将医院暴力改为公诉罪，才能防范事情一再发生。立委承诺最快下周一就会进行修法讨论。行政院长江宜桦日前观赏看见台湾纪录片后有感，29号召开国土保育专案小组首次会议，由行政院政务副秘书长简太郎督军，针对16项重大问题设5工作小组展开行动。江宜桦将在一个月后听取初步成果报告。新唐两台电视整理报道。歌手王力宏确定已经在27日与小他10岁的女友李静蕾注册结婚，而他的经纪人今天也出来证实了这件事。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，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。37岁的王力宏昨天才在微博上公布恋情，女友李静蕾小他10岁，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。今天就透过经纪人宣布，两人已经在美国登记结婚。消息传出，粉丝们在惊呼突然的同时，也送上祝福。爱你是因为你的美而已，我越来越爱你。王力宏也透过经纪人表示，感谢所有粉丝和媒体的祝福。据了解，小两口还刻意选择与父母结婚纪念日同一天登记，意义非凡。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道。